Hello， 我是 Fanny。 其實我有很多朋友呢，去到某一個年紀都開始會想一件事，我是不是應該賣了我的大屋而搬上 condo 呢？為什麼會這樣想呢？是真的實際需要。為什麼呢？開始膝頭哥又痛啦，又不想走樓梯啦，是不是又怕跌親啦這樣、或者是子女啦大了啦，搬了出去住，我間屋現在很大啦，我真的不需要這麼多地方做這麼多事，不如輕輕鬆鬆去下旅行休息一下玩一下去坐下遊輪不好這樣。好啦，今天呢就開心。為什麼呢？真的想為大家介紹一下一個你可能沒有想過的產品的。這個產品呢其實是為55歲以上的朋友而設計的，它有很多很貼心的設計和它的特色的。想知道什麼樣子，跟我進來看看。現在我身處在哪裡呢？就是 Woodbine 和 Apple Creek， 即是 Highway 7以北的一條街。住在 Markham 和 Richmond Hill 的朋友就知道，我們現在身處一個黃金的地段 Buttonfield。 我們今天介紹這個 project 就是 Buttonfield 伯頓萬常閣。看看我身後這個地盤，哇，漂亮了，就是位於這個位置了。其實這一種 apartment 和普通的 condo 有什麼分別呢？其實它就是擁有一個永久的居住權，英文名叫做 Life Lease。你是世襲代的，你是一直可以擁有的，你亦都可以相傳給你的仔女，一直住下去都沒問題的。那它的最好的好處是什麼呢？就是因為它由慈善團體去建成的，所以在一些稅務上面它有一些優惠和豁免的。例如如果你自己自住的話，是不需要給 Land Transfer Tax， 即是土地轉讓稅的。還有它的尺價或者它的地税都會有少少的，比普通的都會便宜一點的。好了，講到這裡是不是很想知道什麼叫做永久居住權呢？其實在我們上一條片你問我答的環節裡面，你是可以看回什麼為之永久居住權的 definitions 的。講了這麼久，當然是不是很想看看呢？究竟這個伯頓萬常閣有什麼這麼正的地方，跟我進來看看。剛才講到這個 building 是專為55歲以上的朋友設計的。其實55歲並不是長者，還是很年輕就開始錫身，但是我們也有時候怕什麼呢？就怕他跣親，最好就不要跌親，因為手尾會很長的。這裡就有一些很貼心的位置，就是因為他所有用的地磚都是防線防滑的，包括有什麼位置有呢？譬如你的廚房、你的洗手間、你的科爺位。另外呢，你看到木紋位，即是平時廳的位置，它也都用了比較 high end 一點的防滑的 laminate， 所以整間屋呢你可以很放心，全部都防滑的。說到這裡當然要看看它的廚房啦，我真的喜歡這個廚房，真的好像獨立屋一樣，我很開心。為什麼呢？因為我都幫了我的好好朋友的爸爸媽媽，一樣他就賣了他的間屋，他決定過來住，就選了這一套這個 color tone， 還要用金色的 design 的。咁我講講呢一個位置咧，你等下啦，係好靚。點解你唔使再做裝修啦？佢俾曬 quartz countertop 你啦，一個好靚嘅 backsplash 啦，同埋咧所有家電啦，仲有你望到呢一個星盤係直頭長方形喎，大家都中意嘅星盤。喂，我問過發展商，呢啲都全部都包埋俾你噶。喂，好貼心，好靚啊。OK， 咁同你見到所有嘅洗碗碟機啦，都係 full size 嘅。咁仲有佢做咗好多抽筒嘅設計啦。好啦。開住呢道門俾大家睇，點解咧？這個叫做 Lazy Susan 咧，真係唔係間間都有。你可以望到咧，平時咧你知啦，我哋 corner 嘅位好難攞嘢嘅。其實呢個睇下咧，真係要 show 下俾大家，因為呢個設計咧係我曾經喺 Baby Hill 一間大屋先有噶。這個真係好靚啊，我都屋企都冇。咁你見到這個係 come with standard 喎。好啦，仲另外乜嘢咧？一個咧就真係要同大家講啦，這個就真係睇我哋條片嘅朋友，你可以攞到個優惠嗱。發展商跟我講，如果你今次看條片是講話，看我 friend 呢條片咧，呢一個架好貴噶，你是可以免費得到的。咁你記住啦，同佢講聲，如果你真係過嚟買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咧，係真係送俾你的，因為我幾中意呢一個，因為點解咧？喂，佢唔淨止咁咯，你睇下 ，perfect。咁仲有喎，哇！呢個 spice rack 咧，譬如平時你擺啲咩豉油啊、糖粉啊，你可以擺呢度，就唔使擺曬 counter 咁肉酸，係咪好靚啊？呢個叫 spice rack。講到呢度，
這個路頭，你又真的覺得很 standard， 其實不是的。這個路頭，這個 full size 的路頭，其實之前的萬祥閣呢是不給有 oven 的，不給你焗爐的。為什麼呢？就是危險。但今次呢，這個伯頓萬祥閣是特別呢，是申請了 permit， 是跟政府拿了的，所以其實是只有這個萬祥閣呢是有 oven 的設計，真的好像你現在的 detached house， 所以變了不會影響到你平時喜歡焗東西吃的樂趣了。再加上呢一個 full size 的雪櫃啦，咁所有都是 full size 嘅。咁如果你買大單位的朋友咧，真係好舒服咯，因為唔使再做咁多嘢啦。你入到嚟好似間獨立屋咁樣，就一層過，你真的可以去旅行咯。咁你再望後，如果你唔中意而家呢個設計嘅話咧，你可以睇到你中意白色全白色又得，你中意而家呢個 color tone 啦，或者深色啲啦，或者淺色啲嘅設計啦，你都有好多個選擇嘅。咁講完廚房，就梗係要講洗手間啦，過嚟啊！特別想介紹一下呢個洗手間，你睇下幾大。最主要原因咧係 for 有輪椅嘅人嘅。咁因為其實呢一種 building 係好貼心嘅，咁變咗咧，你所有你而家買嘅單位咧，其實都會有咁闊嘅，因為輪椅可以入到嚟啦。你見到下面個櫃係冇咗，點解呢？如果你真係坐輪椅嘅人咧，係可以出入自如啲啊。有 pantry 嘅設計啦，你見到可以收埋好多嘢喺度啦。哇！我中意呢一個喎，我最中意呢個 medicine cabinet， 你睇幾靚？咁啊，兩個雙星設計啦，咁啊再加埋個洗手間啦，係咪好闊啦？啊，講到呢度咧，真係好好啊！你諗佢一個 open 嘅 concept， 咁你唔會跌親，即係跨出嚟嗰下跌親啦，係咪？咁仲有另外，我真係想特別提呢啲，因為其實到咗譬如防滑啊，或者你老年嘅時候，或者突然間你真係身體唔係咁好嘅時候，可能你拎呢啲其實好貴嘅，因為我幫啲客人 call 個價啦，即係如果你原先冇喺屋企整呢一堆嘢就好貴嘅，咁你見到周圍都有得扶手啦，咁仲另外講呢個就正啊，呢個就係熱嘅毛巾架啦，咁啊好暖啦，係咪？咁好啦，另外一樣嘢真係想講俾大家聽喎，哇！呢個係貼身嘅設計啊，呢個叫做暖燈，沖完涼行出嚟，哇！好暖喺度，即係企喺呢度咧，你就唔會凍親啦。咁又有熱毛巾，係咪好貼心咧？其實令我最 impressive 嘅位咧，就係你睇下呢個玻璃。是用了三層玻璃的設計的，三層玻璃呢其實真的呢，如果熱天的時候在外面的太陽很曬，它曬入你的時候真的擋曬所有的熱氣的。如果冬天的時候呢，你怕那些氣流失走了氣出去凍，是不會完全是封實曬的，它不是隨便起間屋給你，它用的料真的很漂亮的。好了，你看看其實那個分別是什麼呢？平時的玻璃就是兩層的， regular 的窗門是兩層設計的，今次我們用到的是三層玻璃加 argon gas 的擋埋紫外線。看看 feel 到這個真的是熱的，如果你站在這裡，這個是熱的，譬如太陽曬落嚟嘅時候咧，你會好熱嘅。咁呢一個咧，你 feel 到咧，就同埋係擋咗好多噶啦。其實兩層玻璃加 argon gas， 今次係用到最 high end 嘅三層玻璃，再加 argon gas， 完全係唔熱嘅。所以如果夏天咁大嘅窗門曬入嚟咧，有呢一個 design 係非常好噶。嗱，講完呢個窗門咧，真係有一樣嘢要同大家講。呢個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每一個單位咧喺萬祥閣裏邊，佢都有24小時醫療嘅召喚服務嘅。咁同埋咧，每一個單位咧都會有平安鐘啦，同埋平安嘅守城嘅，非常貼心。咁你又會話咯 ，Fanny， 其實真係冇乜特別啫。我揾個裝修師傅翻嚟嚇，揾啲錢裝修一下，成個 condo 咪又咁靚。咁當然啦，呢座大廈有啲嘢咧，真係出面大廈冇噶，就係呢一個大廈嘅貼身嘅服務同埋設施啦。咁而家好開心，我哋請到呢度嘅負責人為大家介紹一下。嗱，今日好開心咧，就介紹 Lorraine 咧就係萬錦士咧呢個伯頓萬祥閣嘅 assistant manager。咁咧，今日好開心，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呢一度嘅所有嘅設施啊，同埋服務啊，講解一下俾大家聽咧？可以，冇問題。咁general 咧，我哋都會有一個茶餐廳喺呢度嘅，一日三餐粥粉麵飯都可以喺度買到啦。咁唔想煮飯嗰陣時就可以落嚟買啦。咁最特別咧係我哋呢一期咧會有一個 indoor 嘅 pickle ball 場地。好多人中意啊！呢個係啦，係啦，冇錯。咁大家可以 feel free 去 book 啦，去玩啦。跟住咧下邊咧其實都 general 我哋 existing 三間。都有嘅嘢啦 ，gym 室、電影院、facial spa， 咁呢一個咧係比較特別嘅，我哋係呢一個 location 先至增加咗一個24小時免費按摩椅。哦、okay. ，anytime 你覺得唔舒服，坐落去撳開個掣嘅就可以 enjoy 啦。咁呢度咧又係一樣啦，我哋都有啲 wellness centre 醫生、護士、PSW 都有喺度嘅。Okay.最特別咧，我哋係加多咗一個中醫嘅，哦幾好喎！中醫藥膳係啦，咁你針灸啊，或者係中醫藥包啊，都可以喺度買到嘅。
呢個就係 library 啦，玩下 pair 牌啊，睇下書啊都可以嘅。咁呢個又係一樣啦，我哋四成三間都有嘅，打下麻雀，冇錯啦，打下乒乓波啊，大家最中意嘅。都一樣啦，我哋會同 existing 三間一樣，會星期一至到星期日咧都有唔同嘅娛樂項目俾大家。幾好喎呢個？係啦，咁呢個咧最特別就係你唔需要 book。你係啦 ，anytime 你嗰日喺屋企睇電視比較無聊，你就可以落嚟 join 呢啲 class。咁犀利啊！係啦。哦，呢個幾好喎，呢個真係好喎，因為可以同一個 building 裏邊啲唔同嘅朋友可以認識。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有時計劃趕不上變化噶嘛，咁你喺屋企無聊啦，咁就可以落嚟。我都幾好啊，同啲朋友傾下偈啊，咁樣都係變咗一個 social 嘅地方。係啦，係啦，冇錯。Lorraine 介紹下呢一個咧，好特別喎。有私人司機接送是不是的？是的，我們這一期呢是特別新加了三種不同的出行方式。第一個呢就是私人司機接送服務，如你想去一些跟朋友去喝茶啊，或者是去看自己的 family daughter 啊，我們的私人司機呢是經過特別的 training 的，他譬如帶你去上去去到個 family daughter 那裡，或者是根據你的 instruction drop off 你在個 specific area， 到時再回來 pick合理咁樣。另外咧，我哋都有一個靈活租車嘅 service， 係啦。咁、我哋 on site 咧會有啲車停喺 parking lot ready for 大家嘅。哇 ！Anytime， 譬如你話，突然之間想出浮仔去釣下魚啊、行下山啊咁樣，咁你就可以租車，自己揸架車出去。咁我哋嘅 management office 咧會將所有 paperwork 做曬俾你。你淨係需要攞條車匙。揸車出去玩，翻嚟俾翻車匙，俾翻錢俾我哋就得噶啦。幾好喎！係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三個 existing location 都有嘅 shuttle bus 嘅服務啦。每個星期譬如會有幾日咁帶大家去唔同嘅 shopping mall 啊，或者係 TNT 啊、supermarket 啊嗰啲，咁就可以俾大家買下嘢啊咁樣樣咯。講到呢度，不如講解一下你嘅 location 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啊？好啊，冇問題。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呢，整個西呢我們是 on Apple Creek 的，我們是一個樓高八層的 L 字型的長者大廈來的。隔離呢其實就有一個 Plaza， 是這裡是啦， Plaza 再西邊過一點才是 Woodbine， 所以我們是一個旺中大正的 area 來的。最特別之處是什麼呢？大家其實可以看到這邊有一片綠色啦，背向樹林是嗎？沒錯啦，其實這個就是 Roach River 的分支來的， 是一個 National Park 來的。 OK， 我們會沿著這個 area 啦起一條 walkway， 大家夏天呢就可以在這裡走來走去，大概一至兩個 kilometer， 這個就好像溫哥華的氧吧是一個意思啦，地理來的，因為落樓下就可以走到這條這麼漂亮的 trail， which 是會由你們興建的。是啦，因為很多人是喜歡走山走路的。是啦，這個是一個特別之處，是不是？是啦，親近大自然咯。不如你講一下這個building呢個東南西北坐向啊，咁之後就可能講講少少個 floor plan 俾大家聽下。好，冇問題。咁我哋其實睇到呢一邊咧就係南邊，南邊我哋對住就係 Apple Creek 呢條內街嘅。OK。呢一邊咧就係西邊，西邊就係對住呢個 Plaza 遠啲就係 Woodbine 啦。係。咁呢一邊咧就係北邊，呢邊就係東邊。東邊同北邊咧其實就係睇緊我們這個 Ravine 和我們 Visitor Parking 這樣。我們 total 是有八層樓，每一個 unit 裡面呢 at least 有九尺的，是的，一樓呢我們會高一點。我們其實呢就有不同的 floor plan 的，大家可以來看一下這裡啦。這個 L 字呢就 exactly 是我們這個 L 字型的 shape 來的，實體這樣的，這邊就向著東邊，這邊就向著北邊，那邊就南邊，那邊就西邊的。我們的 building 裡面的 unit 呢，我們小的又有，大的又有，但其實我們這個 location 是唯一現時孟常有些很大的 unit 是超過1300呎的，我們由1245呎至到1685呎都有的。小一點的呢我們都會有給大家，小一點的 Bachelor 由407呎至到550呎都有的。 okay, okay. 就可以滿足大家不同的需求，有些人如果他喜歡700多呎的，我們都有705呎至到785呎的 1 plus 1 單位都有的。咁其實都好多 floor plan 喎，幾靚喎，咁同埋好多好大嘅 floor plan 喎，唔錯喎，我真係好有興趣買其實。其實點買嘅咧？咁咧，我哋係18歲以上有合法身份嘅人就可以買噶啦。唔係55歲之上先得咩？我成日都以為係喎。唔係噶，55歲嗰個係居住條件。咁其實我哋嘅居住條件咧，係一個 unit 入邊，at least 有一位55歲以上，其他陪同住嘅人咧。
只需要18歲以上就可以陪同同住了。咁價錢上面咧，係幾多錢到啊？我都好想知道。我哋孟常個價錢其實係非常好嘅，我哋係由800多元起嘅，係係啦，咁係。對比起依家 downtown Manhattan 嘅價錢咧，我哋係非常之 reasonable 嘅，因為 downtown Manhattan 同期嘅樓花咧，基本都要去到1300一尺啦。咁管理費貴唔貴啊？管理費其實我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 price， 我哋係7毫子一尺，按尺數嚟計嘅。咁我哋個管理費咧包咗水啦、冷暖氣啦、gas 啦、internet、basic television， 同埋最緊要一個24小時嘅平安 wristband。嗰個就 anytime 你覺得唔舒服，你一撳我哋個 security 會即刻上嚟。幫你㗎啦。咁仲有一樣嘢我知道咧，就係、是、好似係唔使俾 land transfer tax 㗎，係咪？係啦，冇錯，呢個又係我哋賣點之一嚟嘅。我哋係冇 land transfer tax， 冇 occupancy fee， 冇 development charge， 我哋俾你嘅價錢。就是一口價 final price 實價喎，冇錯。咁幾好，因為點解而家啲 builder 咧，我哋都會唔清楚佢 closing fee 啦，有時候又失咗預算啊。咁呢個就真係 exactly 而家簽約個價錢就係嗰個價錢可以收樓。係啊，因為你講緊嗰啲價錢係有幾萬蚊喺入邊嘅，都唔少嘅。幾好喎！咁我哋嗱知道價錢啦，又知道管理費啦。咁如果我真係買嚟投資，我想出租，容唔容易㗎？都非常容易的，因為加拿大依家老齡化非常之嚴重，其實很多人都在等緊呢一類型的 building 嘅。咁我哋孟常其實都會有一個很長的 wait list， 地租咧同自住又是同樣要求，一位55歲以上，其他18歲可以陪同，所以非常之方便嘅。我哋嘅居住權咧係可以代代相傳，同埋咧個居住權係可以買賣，可以租俾人嘅。咁如果係要代代相傳咧，可以譬如爹哋媽咪啦，俾仔女啦，仔女再俾下一代啦，咁如果是買賣咧，我哋孟常都非常之 flexible 嘅。你係想放落 MRS 度 open to public 買又得，或者係有 friend 好 close 你想自己買又得。咁我哋孟常咧係唔會干涉你嘅賣價同埋點樣賣嘅，我哋係淨係收翻你5% 嘅賣價咁就得㗎啦。咦，咁真係好貼心喎！係啊，你基本上係諗曬我哋咧，即係買樓嘅，即係所有嘅人嘅諗法，咁擺曬度喎。咁我幾中意呢個項目。係啊，同埋因為好多人係好中意孟常呢一類 unit 啦，咁其實佢哋都會打電話去 management office 聽下有冇 available 嘅 unit。咁其實我哋孟常咧都會。provide 即係都大家一個 favor 咁樣去有一個 match 嘅 service。啲人如果話唔想揾經紀或者唔想揾 buyer 嘅，咁其實可以同我哋管理處講，管理處會幫佢 pair。哦，是 ，OK， 都好真係好貼心嚇。咁如果真係大家對呢一個項目有興趣嘅朋友啦，咁就可以嚟 sell centre 啦，揾佢哋啦。大家如果想知道多啲咧，關於永久居住權呢個 life lease 嘅內容同埋嘅 details 咧，可以睇翻我之前嗰條片。今日咧就到而家為止啦，我下次見，好唔好啊 ？Thank you， 拜拜。中意我哋條片嘅朋友咧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啊 ，like、share 同埋 comment 啦。咁啊，下次見啦。